看看新闻网。下午，上海申花队和上海申鑫队进行一场热身赛时，双方场上的球员爆发了肢体冲突，导致比赛中断，双方都有球员在冲突当中受伤。昨天，上海申鑫队公布了对参与当天斗殴事件的违纪队员的处理决定，表示王晕、赵作俊、外援乔尼的不冷静行为严重违反了队纪队规及赛场纪律，对王晕、赵作俊分别罚款人民币50,000元，外援乔尼罚款3000美元，并责成三人在队内做公开检讨。申鑫队还公开表示，历来视申花队为足坛老大哥和学习的榜样，并就斗殴事件向申花俱乐部表示歉意，愿携手申花队共创上海足球的良好环境和形象。